今年暑假期间，吉安乡公所举办了乌克丽丽快乐营，邀请到花莲专业的乐团来指导，大人小孩齐聚在吉安好客艺术村认真学习。日前举行了结业典礼，县长游淑珍亲自颁发结业证书，也安排到各个社区辅系站为移发长辈们发表学习成果。由吉安乡公所主办的乌克丽丽快乐营，暑期在吉安好客艺术村开课，一连五周五堂课，邀请来自美国的郑老师，从基本的调音开始，然后指导基本的和弦和刷弹技巧。很开心看到我们今天哦，所有的成员要来作为一个成果的发表会。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快乐营是我们第一次来作为一个开发，未来会有第二期、第三期，甚至于进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开班。谢谢我们的 Teacher John， 是我们的名吉他手，为我们开启的这样的一个教学。也希望我们未来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可以上我们吉安乡公所的网站，跟我们一起来创造快乐学习的种子。参与课程的有大人小孩，趁着暑假把握机会充实自己。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学习，然后场地空间，然后基本上乐器的提供我觉得也很棒。除了当场使用之外呢，你二到五可以到这边来租借使用。我觉得对一些家庭，虽然这一支没有多少钱，但是有些家庭是也会有一些购买的问题，那如果能够借着使用的话，我觉得对他们的练习是很有用的。吉安乡公所为了办好此次研习，特别添购50把乌克丽丽，提供学员们在课堂上免费使用，未来将继续延伸多元的学习。这次课程是初阶班，未来将会有进阶班安排。欢迎乡亲至吉安乡公所网站或至好客艺术村脸书粉丝页了解更多。记者蒋邦彦，吉安乡报道。